在台湾啊，带领我到全省的养老院，我们做公益也做了20几年了。那边有你在，我就多多在学习。啊，不敢不敢，因为有你啊，等于跟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家庭。现在啊，我们是在啊朱友阿公旗下，阿公的领导之下，对。当然咯，明星演唱团还有明星狮子会。对，阿公，我们就唱《神雕侠侣》。你拍最红的一个戏哦，好不好？捧红了孟非、潘迎紫。小米飞刀，没有，我卡带就算了。